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61集。接下来给大家做 Kingdom 系列 Deluxe Class 的 Tracks 轮胎，它的合会呢很帅啊，有一张尖尖的下巴，欧巴的一个脸啊，腿也画得非常的修长。但是玩具的话呢，跟合会呢是有一个比例上的一个落差的，腿部呢并没那么一个长。那我是今天拿到，可是呢在昨天呢或者是前天的晚上，网络上已经有450块钱台币的一个价格二手品丢出来卖了，那我就觉得说糟糕了，不妙了啊！这么快就有人第一时间入手，第一时间抛售啊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，这一款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首先呢，它是一个正版的玩具，你看到没有？小臂内侧的空洞啊，保证了它的一个血统的纯正。但是呢，这个纯正了也过头啊，纯正到连底都打穿了一个洞啊！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扯了啊！那完整外形的完整度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扣分，头上的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移动过来，把它扣在手臂上。尽管这个应该也是它的一个武器啊，但是把它扣在手上，但是这里还是有个洞啊，也不是说那么好看。尽管这个洞是可以安插武器，那它的枪本身也是有一个偷胶的，那偷胶也就算了啊，反正就拿在手上嘛。那你如果说真的都不喜欢，你也可以把它扣在肩上。还有一点点肩炮的一个安置，轮胎的话呢，在肩上啊，然后很漂亮的银漆，可能是它最大的加分点。还有手臂两侧鲜黄色，还有胸口的这个，还有脸部的红色，让它的这个其实正面来看，配色的饱满度，切割的一个漂亮，切割的一个感觉还是挺漂亮的。但是呢，它的一个侧边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哇，非常空洞的后面的一个背包，然后从后面来看，这里整个是空的。以及呢，死角过多啊，这造型的死角过多。那再来就是呢，我手上这一款，我初拿到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右腿啊是根本就抬不起来，一抬起来就直接就松脱就滑下去了。那我是实在是看不下去，我用了一点胶水把它增厚一些些，增加它的摩擦力啊，让它的一个这个关节紧实度好一点点。再来，它的一个脚踝啊是设计成这个样子啊，那可能有人一看就不喜欢了。加上它这个地方啊，理论上呢，这里是有个这个凸啊，是应该要扣到侧边是有一个洞的，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么短的一个凸，你要扣好这个洞啊，这个难度简直是非常的困难啦。导致于说这款玩具你在把玩的时候呢，在站立的时候一推啊一动啊，这个小腿的一个造型就会有一个崩坏，导致于说这款玩具在把玩的时候呢，其实没有什么疗愈感呢，就必须用指尖去把玩了，非常非常的不爽了啊。头的话呢，后面有一个灰色的一个部件，那理论上灰色部件其实不干涉啦，干涉它头转动其实是两侧这个肩这个地方脖子两侧有凸，会跟它的头盔会去稍微有一个卡到，所以你的头左右转的幅度是有限的，可能就只有顶多就是15-30度这样子吧，上下还可以动一点点。手臂的话平举没有问题，360度转动的话呢，要稍微去躲一下，用轮胎的话稍微躲一下啊。它的开口处呢，这里是开口处是在后方啊，所以有时候转的时候手臂是会转下来的啊，我就曾经转出来过。腰部可以转动有一个裙甲可以往上掀，脚前后左右踢没有问题，外摆内收也是有的，你看一推，你看就直接推到侧边去了啊。这个真的是让人玩的时候会觉得最不舒服的地方，可能就是在这里了。那么人形的话呢，就脸好看，这个头雕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实际上就是完全就是人形的一个摸在手上的触感的话，就哎，这个地方扣分是比较大。那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非常有点意思的变形过程。可能人形载具呢，跟这个变形可能变形是它最高的分数啊，这个地方转过去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利用这个冲动关节推上来，然后这里把它给卡住。再来，手的变形比较简单呢，我们翻到后面给各位看一下，你就懂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肚子啊，肚子往上推一下，可以把这个地方给推开啊，这个地方有个卡扣，把它解开，整个先给拉直，下半身先转180度好了。再来，手臂很简单，这个手啊就转下来就可以，然后往内推。那转进去的时候，记得把这个蓝色的部件是转到朝外，这样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的啊。这个地方，蓝色部件记得把它转到朝外，先推进来，再把蓝色部件转到朝外。OK 吧，到这儿吧，就基本上的话呢，这个这里，哦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好。
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就这个地方往下压，然后把它给往下盖。啊，基本上的话呢，它的这个车子的后半部就算完成。然后脚的变形有点好玩，有点好玩啊。那我们也可以先把它给折这样，因为我需要这个空间啊，让我做一个回转。啊，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脚后面的这个部件都给打开，两侧都有给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基本上是要脚是要做一个缩短的，以及这个部件的翻转。那翻转的话呢，你可以强行从这个地方转过去啊，利用塑胶进行强行的转过去，然后这个脚掌呢要转到朝车顶，然后呢你就朝这个地方，利用这个部件把这个腿给直接给缩短，然后呢把这个脚掌呢塞到里头了这一个里面这个空洞。啊，这样子也算是完成变形了啊，这个是最暴力最快的。那我们也就用这个方式吧，用这个方式吧，就简单的说就是，你要从这个地方转，从这个地方啊，把它的一个这个地方，先往上推一点点，好，强行的把它给转上去，然后呢把这个脚往内缩进去，缩短，卡进去。好，基本上它的这个玩具的变形的容错率是很高的，但其实它最后还有一关呢，却让我觉得有点蛋疼啊。你把它的这个两侧的脚结合好之后，它会结合出一个大凸在这儿，那车顶的这个车顶引擎盖的这一带，你看到这里就会有一个洞在这里，那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啊。那这个地方啊，这里忘了不要把它翻过来，好，这个车底鞋底要朝上面。好，这样扣进去。那扣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刚有个倒钩勾进去了，这里啊，这里各位看一下，倒钩要勾进去，以及呢，刚底部有个大凸要往上扣，然后这里有两个小凸要塞到引擎盖的下方去。这一些的话呢，都会确保呢，它在这一带的分割线呢，分割线呢会达到一个很小，这里。好，把它给扣进去。可是呢，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啊。啊，首先的话，我们再讲一下最后这里，你看到内部是有个小凸，这个手往上推的时候会听到咔的一声，这里也是一样，会听到咔的一声，好，咔的一声，好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它的变形算 OK 了。以我手上这款 Trax 它的一个载具形态的话呢，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毛病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我们虽然前面这里有很多的卡扣互相去结合的很完美，可是呢，它的前端这里是有个凸跟刀的结合，它的话是非常非常容易去爆开的，不论我怎么去调整呢，它还是会容易去弹开。那我有上网去看了一下国外的一些老外，做的一个开箱影片，基本上呢也差不多都是会蹦开，我不晓得是什么地方呢，我们没有去调整到位。如果各位有比较好的一个组合方式的话呢，也麻烦不吝指教啊。以及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有你如果要用力一压啊，希望把它这个地方压密一点，有时候你推到轮胎啊，它这个轮胎的这个，因为它不是铆钉，它容易被推进来，一旦推进来之后，它的滚动性就会更差。它本来的我这个前轮就没有什么滚动性，你看我这样子推，它几乎没什么滚动性，后轮就不错。对，这很明显是差很多，你看这打铆钉的就是不一样，这个是用这个插拔的，这个就差的是非常的多啊，这再一次的跟我们讲这个偷工减料之严重性了啊。然后呢，车子的大小尺寸的话呢，跟现在的低级的玩具大小可以说是完全一样，非常纤细的一个车型了。然后呢，后面的分隔线是比较多的，这是由于它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三变的一个形态。武器的话呢，如果你不喜欢就把它给拆掉，但拆掉之后会留下这个孔洞啊，包括车子的侧边啊都有这个孔洞啊，是很严重的扣分点。后面的分隔线啊都是它比较大的一个毛病，以及后方的这个地方、啊、有两片白色的部件，这个都是飞机形态下会去用得到的啊。那么这一款的一个辨识度还是比较高，为什么？它有一个像是火鸟的翅膀的这个图章，或者叫图腾啊，这 Trax 的一个非常标志的一个图像啊。那这个前方这里有一个进气孔啊，黑色的跟蓝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，感觉还挺好看的啊。那车型我个人觉得主要是这滚动性不怎么好，以及这个地方常裂开啊，扣分是扣的比较多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，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三变吧啊，我们呢就拉着这个地方呢，把这个翅膀的部分给抠出来，然后的话就直接的这个地方把它给稍微扭一下啊，破坏掉这个结构，转一下，往侧边转一下啊，这里，或者是你要暴力一点的话，就直接从侧边拉一下，
转开，然后呢，透过这个地方这个关节把它给转上来。转到侧边之后呢，我们照它的一个变法的话，是把这个有黄色的涂状的这个部分呢转到侧边，然后轮胎转到一个水平线上啊，这里是没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的啊，这一点也是，哎，反正它这个 tracks 的一个三变呢，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，就是有就当做 OK 吧，就是多了一个选择吧，我不是很指望它能够加多少分数了。那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啊，这里往上面推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往上面一推，把这个翅膀给弄出来。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部件啊推上去，扣上去，那就变成了一个有一点点科幻感的车子。那可能吧，哦，就我反而会觉得呢，这个形象可能比它车子好看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车型的后面的裂缝太多，干脆就把它全部变形出来，然后就可能感觉还稍微好一点。那这个，反正我觉得这款玩具的话呢，也难怪，很快就很多人把它丢出来一个卖了啊，因为确实做的是比较乏善可陈一点啊。当然也不是说它多烂，而是小毛病一挑，还真的是还蛮多，而且还是不能回避的一些缺点啊。车型嘛，裂缝这里这么大，人形嘛，玩起来脚容易去爆开，然后死角的一个视角处也比较多，缺点真的是挺多的啊，个人不是很推荐啊。如果不是价格很低，这一款就暂时先别入了。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